坏成功的环境人员，减缓他们价格，减少他们对气候变迁的影响程度。那三星是全球市占率最高的这个品牌，它的生产量非常大，其实也是非常多其他的重要元件的供应商。三星到目前为止用电量非常大，它用电量相当于一个小型像中年家中的这样小型的全年的用电量。那智慧型手机在生产过程当中，70%以上的碳足迹是来自于制造过程，所以我们认为三星在用电量非常大的情况下，它到目前为止只使用了1%的再生能源，其他的能源比例是来自于排碳量非常高的燃煤发电这种化石燃料。三星作为市占率最高的电子部门，它有责任尽速承诺要转用再生能源，尽速的能源转型，带动整个产业的在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。对对对对对。